有一个味道哎。对，好像有老鼠死掉在里面。啊哟，狗、猫、马、天竺鼠、老鼠。来，兄弟们，先租一台情怀车，看一下什么车。老板，我好喜欢啊。情怀啊。对啊。从哪里来？新竹。新竹。新车买好了。新车买好了。什么样的车？328五门。啊、哦。对啊。这个车是几年的？02年。有一个味道哎。对，好像有老鼠死掉在里面。啊、哦、哟，就是好一阵子没开了。对，2-3个礼拜吧。再次732旅行。有大概想要解约可以卖多少？应该也没剩多少吧，15吧。15左右。对啊。研究一下，目前有哪里要整理吗？目前有左后照镜，就那里，然后还有一些故障代码，灯的，灯而已嘛。对，可以看一下。八姨进去哦，好，好啊，隐隐约约闻得到。哦，哼，这是第一次哦。对啊，没想到啊、哦。对啊。啊，我看到了，在里面。哦。有照到吗？那个毛呢？那榴莲，看到尾巴跟脚，香吗，姐？还顶得住，还顶得住。再次买多久？我入手4年吧。4年。对啊。车好开吗？哦，有。车好开吗？好开啊，就耗油而已、啊。耗油，我们绕一圈了。对啊。好，走，二姐。车内就还好，车内闻不到那味道。如果开室外应该会。我刚刚都开室内。这四年有整理过什么东西吗？有。都风干了。对啊，我换过机油滤芯，然后那个汽油泵浦。滤芯是保养。要保养。对。基座椅啊。最远开过吗？台南，没什么改装。都原厂。对啊。座椅通风加热。加热椅。亮那个电灯的，对，左边那个后面方向灯。油耗怎么样？4.4。上次保养是10月，到现在没开5000。动力还可以哈。你可以试试看。还有。哦，油呢？可以呢。算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一款车。对啊，蛮经典的，当年的、啊。当年。现在没办法比。当年最紧绷啊。嗯。到嘞。哦。确认一下哦。Later。嗯，有感觉了。什么感觉？有感觉，价钱。聊个价钱，不要生气哦，出一个价钱。不会。那也有人开20几万，但是也有人开在20左右。嗯嗯。对啊。那我们也要有空间。了解。对啊。然后那个老鼠要清一下。好啊，没什么问题啊，阿萨里一点就好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那客人也蛮阿萨里，是不是给高了？对，不会啦，应该还好啦。兄弟们，这一台2002年银色 732KT 经典车款，当年上路可比你现在的4363等级。那这一台呢是3200cc 的，税金也没有什么63弄那么重，也比较轻松一点。有兴趣就加我首页 LINE 哦，联系。我们什么车都有估，几万、几十、几百的车都有收，欢迎各大新车业代主管们配合，传照片、行照都可以报价。OK， 来，抖音米吧，收了。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